轮到我了，你接招，不会输给你的。注意他的动向，工作顺利。把握出手时机，斩钢，目标锁定，即刻带过。又要多填一份调查报告，就用这招。我相信了，趁现在。 永远指向同一个方向。伤心之剑，把致命一击要庆祝一下吗？来杯蜂蜜牛乳茶。林医生，一起出手。好。暂时别动了。工作顺利。 好，到此为止吧。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是大获全胜。放得过来，出手吧。我们一起。让他安静。没问题。 正常发挥，偶尔体验一下并肩作战的感觉，还不错。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吧。剪刀好，稍纵即逝的灵感。 更要好好把握。快结束了，给他来点新创意。这个就不错。活动后，灵感伸了个懒腰。那就期待你的新作品。他在编什么坏呢？想要整个大火。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我来补最后一刀。想逃？没那么容易。 是大获全胜。